女生学会这些必杀技，能够秒杀所有的男人。哎呦，他们每个人呢都有制服男人的一套策略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女性的必杀技有四字，有四字真言，就是夸、撒、哭、打。哇！老公在台上开大会，上来就是一个头抓，嘿，老公，嘿，老公，嘿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孟晨，哎，夸撒哭打，你觉得哪招你用的最好？都不在话下。真的假的？一招招来，一招招来。来一下，我有一个一招制敌屡试不爽的招数。什么？那就是。是什么？坐。啊？饭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吓死了！哎呦！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不是做饭，你为什么会吓死呢？你不要断开吗？断那么久干嘛？你饭那个字明天再说好不好？对呀。他说的有道理，留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先要留住他的胃嘛。所以女生要很会做饭，没错。啊，所以孟晨的绝招就是做饭。对。绝招当中最绝最绝的招就是男朋友生气了，啊，他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孟晨就在旁边自己跑，出很多汗。男朋友就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“我在给你热菜。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还是老的辣呀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我们问一下雪芙，雪芙，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，你会用哪一招？撒娇吧。好想看雪芙撒一个娇哦。撒娇，撒娇，撒娇，撒娇。打比方，前锋。谢谢爸爸。我知道得有一个对象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对象。好，我想要吃叉烧包。那我现在手脚都废了。你现在想不想吃鸡？这样子。哎呀，什么鸡呀？他人家要吃东西嘛。这是鸽子。啊，这是鸽子吗？乳鸽。可以冒充一下了，冒充。好了好了，我就是鸡了。捉鸡捉鸡，听上去好怪，我就是鸡。好了好了 ，OK。哎，鹌鹑。我要吃鸡。嗯。后面一句，后面一句，你去捉鸡给我。后面一句，你说你手脚什么？我手脚都废了，你去吧。你放心，雪芙，你手脚废了，我也会养你一辈子。我去捉鸡了，鸡走。耶，还有脾气呢。来，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咕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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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雪芙，鸡来了，鸡也手脚都废了。演技好累哦，好闷哦。哎，如果男朋友生气了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不生气？生气的话，就会逗他开心啊。啊，你会逗别人开心啊？啊，会。你怎么逗他开心？就是、哼，你不要那个我的礼物，哼，你去坐好。啊、好伤感哦。天哪，哎，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从第一季尴尬到第二季哦。前锋，你的脸都跟衣服一样绿了哎。哎，你最吃哪一招，薛之谦？我比较喜欢，基本上接近没有头发的女生。没有头发的女生，你们理解就是短发的。因为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只有两种人会剪成板寸，一种是得虱子了头上，就没办法；还有一种就是女生故意剪得很短。班级里最好看的小姑娘，多数90%，她都是短发。为什么？她爸爸逼她把头发剪掉，要让她活得像男孩子一样，就不会有男生去盯她。有道理。但是当一个女生故意剪得很短的时候，你会看清她五官。对。然后你会觉得，哎，越看越精致，就越好看。我倒不是说喜欢那种哇很波浪，把真的染发染成那样子，哇很可怕。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嘛？你旁边坐的那个多么的波浪？
不是，徐梦辰，不是说你，比如说郭雪芙，她如果把头发整个剃掉以后，因为郭雪芙老师她的五官是大的，很大只的，对啊，她剃完以后，如果她是光头的话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她在那边我吗？你会觉得很好看吗？我会觉得很好看。哎，对啊 ，OK， 我就是给你接这个梗啊。那位短头发的薛之谦最喜欢的。哎啊，什么叫薛之谦最喜欢？啊，对，好短啊。你喜欢我吗？真的好精致，好瘦哦。对，哇！薛之谦他问你，你喜欢他吗？要这样讲吗？不太合适吧？第一次见面我说喜欢，我不是变态了？我当时在想，说我长头发这么美，我短头发怎么办？想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那想都不用想，就是他小时候喜欢的那种板寸。板寸以后还在这里剃了一道。发现很多男生看到我的时候就，哦，原来你五官这么精致啊！尤其是这种剃一道的时候，还血还没干流下来的时候，真的好看呐！哪有啊？哎呀妈呀！主要不是你头发，是你今天粉太厚都甩出来。圆儿，你比较吃女生的哪一套？结婚了就不一样了，结婚以后我最怕威胁。哦，圆儿是比较怕威胁啊，我们就不怕威胁，要威胁也威胁不到哪儿去。你住在深圳吗？我对，深圳不怕隐邪吗？我身子又不是歪着的，我媳妇儿基本上会说你回不回来？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我就把你儿子叫醒，我们一起去找你了。你说孩子明天上课，这多不好，我就回家了。再有就是，哎不，再有就是你再不去了，我把我男朋友叫醒。啊这个狠呗！你再不回来，隔壁老王可要醒了。张老师，您最害怕就是女生。刚才说那个我都不怕。哎呦，我最怕的是什么呀？她太懂你了，就像把你看透了。对，你说你还有什么招？哎呦，那都是外在的，她是内功啊，内功太强。所以每次张老师一回到家的时候，老婆都这样看他的。违背你呢？你最怕的？我其实最怕就是那种卖，卖，就是卖萌。卖萌啊，嗨！特别生气的时候，我这个人一点挂不住脸，但只要对方就是在床上翻滚，然后不是就是在床上翻滚，不是，你怎么把人家折磨的翻滚？等一下，他在床上怎么翻滚？就是这样翻啊。就是这种翻滚撒娇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四个里面还少一个，少一个装病，哦，脆弱，装脆弱。比如说我跟沈梦辰俩人，咱俩是一对儿，然后沈梦辰要出门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能阻拦他，我说你